come from Taiwan. My name is Chenning, and I speak Chinese only. 很开心能够来到日本东京，然后呢，参加这次2015年的国际选美赛事，然后呢，希望能够有个很好的表现，然后认识各国的佳丽，做个文化的交流，然后还有参加公益活动这样子，在日本，谢谢 ，and thank you everyone。